然后手呢是向内转，虎口贴腿。好，下一动。现在左手要挑，落到胯，左手全落到胯，落到左胯，贴到腿，右手往后拉，从膝盖出去，好，右拳往后拉，贴胸，往外翻。骑马步，手拉起来，然后左手落，右拳出。这是一个调打，啊，好，八卦拳一个。骑马步，手拉起来，然后左手落，右拳出。这是一个调打，啊，好，八卦拳一个不能有缝，离开身体前都要贴身体，都没缝。离开身体以后，走尽量远，啊，在这里的时候，你看也是没有缝，拉开，尽量贴，手肘向里关，啊，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，也是不能有缝，啊，拳头也不能有缝，啊，要拧，
啊，出去了就尽量走远，晓得吗？这是一个八卦拳从头到尾的一个原则啊。好，好，我再做一遍哈，你们看一下。这是一个调打哈，好，来我们从拳变得在胸前，好，上步，拳拉正，左拳在上，右拳在胸，手拉直，在头，好，骑马步，好，左拳往下，右拳打出去，好，可以。所以两个手臂啊，有一伸一缩，两个相互支应啊。所以这个粗，这个都要收，尽量往身体收，往身体里收靠。这个力量，右手的力量要给左啊。所以当这个粗的时候，右的力量要给左。当他继续走，两个都往前。当他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收回来。收回来的力量要给右，这样懂吗？啊，所以这两个手要练习，通从哪通呢？从肩胛骨通，啊，所以肩胛骨要放正，两个手是一进一出，啊，或一起，啊，两个要合一，啊，啊，这个是先让你们有这个观念，先有这个观念，啊。好，来，好，再来，稍微往后退一点。脚尖向外是摆，脚尖向外，脚尖向外。好，身体侧拳继续往前走，上步骑马步，拳拉高，好，出打。好，左拳抱胸，看。一出来就是摆步，一出来又跨翻，又髋关节，啊，一上步是顺着线走，到这里的时候翻，后腿松掉，你看，然后这样摆步，啊，摆步在这里的时候呢，重量落到胯。所以当你在这里的时候，重量在胯，在这里上步的时候，后腿才可以抽，后腿才可以动啊，一只腿撑到才可以上步，上来就是一个骑马步啊。八卦拳上步的走步的一个原则
脂肪不要那么远啦，前面一点啦，不然我声音要很大。八卦拳的一个原则在步上面哈，下一步是什么步？你一上步就要先做好。比方讲，我们刚才是面朝这里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在挑打，挑下去打是朝这边的一个骑马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上步就要把这个步做好。也就是说，当我在走的时候，下一个是骑马步，我这个步就要先摆好，上来就是一个骑马步。那懂吗？就是你不可以说我先上这样的步，然后上这样子再变，不行。啊，一步就到位。啊，所以下一个是什么？前面你动作的时候就要先准备好，就要先放好。这样子啊，所以一上步这个脚一上，你看往下落，人是往下沉啊，手往前，可是人往下沉，不要手往前人往前，你看不要做这个动作，不要这个啊，是手往前人往下沉，人往下沉，转身也是一样，你看往下沉啊，在这边啊，好，来，好，转身，你上步打。好，接下来是收脚收回，小臂拧，左手往后拉，好，手脚收回来，又回到抱拳，右挑打，出，挑。一样的，拧身，上步骑马步，好，走，两个手一起翻，啊，一起翻，步回，全高在眼睛。到这边以后，继续卷，收回来，贴身下来，收，还是一样，往下沉，左挑，提升，好，回到右挑，右挑，提升，左打。好，我们再试哈，来，回，抱，沉，左挑，回，抱，右挑。
我们开始练这个阶段，讲摆架子，不要用力，关节全部都松掉，肌肉都松掉，不要用力，不用力，你要去走，要去找一个东西，就是你的手的位置，你的手的活动，它是自然动的，好的吗？自然动的，比方讲你这个走了，它在这里，你不用力。 人往下一坐，它就落下来；人往下一坐，所以落到哪去？这个拳落到哪去？就是当你往下一坐的时候，落到这里停了，它被腿挡住了嘛，是不是？它就停了嘛。再往下沉，你看顺着腿滑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自然的就是这样。然后腿往外一走，你看腿往外一走，手跟它出了，是不是？出去，然后不得不分了。 分开，身体往前压，你看身体往前压，它到了，所以一个自然的点在哪边？自然的点就在这里，啊，所以你这个时候呢，它往前，这个手就会往后。好，当你一翻身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手，你右手不用力的话，左手继续往前一翻身，它自然到这边来，从这里。 一翻身就到这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在这边，你看稍微加一点力，手肘到拳，手肘到拳是一条线在这边，所以这个身体一翻，你看变成这样子，啊，成为这样，中央线，不要离中央线。 在这边，上步，好，这个拳出，一回来，你看，松掉，是这样出，肩膀松，肩膀松，平的先出是这样子的，拳一开始出去是这个样子，啊，一落下来，这样子。 这样子，这样懂吗？啊，所以不是这样出，不是这样出，是啊，这样出去，啊，这样出的，啊，懂了吗？所以不要用力做，啊，所以要花时间多练桩。 桩有力了，上身就会松掉了，懂了吗？你桩找不到那个支撑点，你的桩找不到胯，找不到力点，你上身就会很用力去撑到，啊，所以调打里面有马步，有弓步，有含肌步，三个八卦拳的基本桩。 条打里面全都有，好，再练练，走，走起，这边，心里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抱一。
回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乘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上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抱拳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，乘，拳往后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上步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拳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拉回来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收回抱拳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往下三。拉开，还步还没上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上步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上马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出拳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。要了解一个观念，换一个势就换一个境。我们讲招式，招式嘛，是不是？调打是一招，这个动作组合叫做一招，可是里面有好几个势，是不是？换一个势就换一个力量，所以你把每一个，你要把每一个换的力量都要做，都要做到。啊，你从这边出来，一出，啊，我往那个打，这是一个抱，是不是？准备着，可是当要一动的时候，拳往下一伸，这是一个劲了，往下插。拳往下插，拳要翻，这个手要这样翻，脚提，这个拳往上，右拳往后往上，左拳往下伸直，可以提起来，这是一个劲了。这是一种劲，往前面往上的劲，再翻势又变了，另外一个势了，劲又换了，是不是？上步势换了，劲换了，这个往里夹，接往下沉，拳往外，你看是这样的力量，这样的力量，啊，这样的力量，出势换了，劲换了。要懂吗？把每一个点，每一个换式都是一个劲，都是换一个劲啊。所以要把每一个点，把每一个变化都要做，都要做到，好了吗？啊，以前没有正式教你们，就像吃面条一样，就是哗啦哗啦哗啦就过去了，里面有好几个劲在换。啊，要有这个观念，八卦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，你走掌也是一样，换一个势就换一个劲。啊，好，所以拳回来有窝的，啊，有几个窝，一个窝是在这边，你看北少林拳很多都是在这边的，拳窝在这边，拳窝在这边呢，要尽量往后拉，
手肘向内很夹，肩不能跑，你不能说这往后拉肩跑斜了，肩正，这是一个窝，开这个胸，力量，肩膀力量跟手肘力量相反的，相抗的，啊，那八卦在这个地方呢，小臂要往外翻，小臂这边，这样往外翻，就是往外翻，那手肘就是向你。嘛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窝，还太低了，还要高，楚环还太低了，尽量往后拉。女生呢？女生这个拳窝在乳下，男生的拳窝在腋下，所以要尽量高，拳不要突过胸，拳放平，拳不要变成这样。就要在这边，在胯以上，胯的上面，这是一个窝，也是一样，没有这个紧，啊，这是一个很舒，比较舒服的窝，也是要往后拉，在这边，啊，八卦一个很重要的窝，那个拳还是要翻，要放平，八卦一个很重要的窝是在这边，在心窝。啊，所以手肘关注贴热，手肘贴热，肩往内收，这个肩往内夹，手往内夹，在这边，啊，手在这边，心在这里，一个窝在这里，啊，所以回来每一个窝回来都要紧，都要紧密，啊。所以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试着回来的时候尽量小，出去的时候尽量大。所谓小是什么？小就是不要看到，让别人看到那个枝枝节节很多。比方讲，我对你，我一回来，我的人是这个样子，啊，看到的面就小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没有看到手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回来这个是小，这个叫做小。啊，小当然第一一样是小，但是紧密叫小，对不对？如果回来这样子，是不是看着就大多了？这个多了，是不是？我回来这样子，这是不是多了？啊，就大了。枝节尽量收起来。啊，所以所有的准备式，所有的防御式都是小的，都是要紧密。啊，像这样的四肢，这边都是要紧密，啊，这种四肢是属于防御的，啊，少林里面很多一回来是这样的四肢，啊，这样的四肢都是同样的原则，都要小，懂了吧？手尽量贴身体，手要长。这个叫长，手跟身体连结合起来叫长了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回来要尽量这个样子，啊，出去尽量伸，啊，所以小要做到最小，大要做到最大，懂了吗？不要在那个80%、70%那边玩，啊。自己要抓一条线，啊，你找前面找一棵树，找一个目标，你的手脚都是在那条线上面。比方讲，这个是一条线，啊，这个是一条线，这是一条线，我站在这个线上面，这是这样子的线。所以当我在走的时候，你看，脚是在这个线，手也是在这个线。你看，手在这个线，正的也是，侧的也是在这个线。不能一侧手跑到边了，正的、侧的都要在这个线上面，在这个线，要懂吗？你自己在练拳要找一个线，前面找一个点，
啊，你的行动手一出就是朝那个点，线是朝那边的，不要斜啊，出点都在那边，上步目标就在那边，就是准的，下面到啊，自己在哪边练，你自己在家里练的时候，在家里或者在一个公园或者在哪边，找一个固定的方向啊，就你在你家那边练都是朝这边的，你每次练都朝这边，都朝同一个方向练啊，抓同一个线，抓同一个点啊。